段雪，你口罩为什么在我的包里？你解释一下。大家现在看我肯定觉得不像我。你在训我哭哦。你哭吧。我现在随时都能哭出来哦。单眼皮了。我真的。嗯。算了，我还是不哭。哎，段雪。嗯。我是不是比你大？嗯。那你为什么没有叫过我姐姐啊？为什么叫你姐姐？因为我比你大啊。怪恶心的。但是我比你大啊。你比我大，然后呢？你是我后，你是我后辈。对啊，但是我比你大啊。你叫过我前辈吗？我叫过啊，前辈，段璇前辈，易璇前辈，璇璇前辈，段段前辈，还要叫吗？但你从来没有叫过我姐姐。哪有后辈叫前辈？哪有前辈叫后辈姐姐的？太卖萌，好奇怪了。看这两个，他就像我教他，没有什么差别。你发生了什么？没有啊，我就是突然觉得，如果我还让我叫他们前辈，叫前辈，从今往后，好，见面必叫前辈，九十度鞠躬。好，段璇前辈，嗯，乖。这从来没有叫过我姐姐，哎，我们队那群王八蛋天天说我老，从来没有叫过我姐姐。叫不下口，不行，我以后要强迫他们，逼他们叫我。在咱们队里面，三三十天我都可以叫你大爷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还是那句话，我可以叫你前辈，但是你从来没有叫过我姐姐。